今天有没有人点？没有啊，怎么办？人先放着，我觉得会有人点。那我现在我现在有一个很夯的东西，我也蛮好奇的，我来调查看看。我觉得这个比例可能就更多一点点了。你有看过灌篮高手吗？那个比例我觉得没看过就多一点了吧。因为顺带一提，我没看过。因为讲实在的，当时就算电视上在播，可是小时候会被爸妈限制看电视，所以如果你可以看电视的时间的时候，女生通常不太会去看这种运动的，你可能那时候会去看别的那种变身系列的等等之类的，所以当时不会选择灌篮高手，所以我当时完全没有接触灌篮高手，所以这一部我反而没有看过。好希望这烤盘再稍微长一点点哦。洋葱什么都不要。哦，烤箱满了，两单就满了。跑来呛一下就跑掉了。辣味披萨，请把颜色烤深一点。我们有辣的吗？意大利辣肠、青椒，为什么辣肠是辣的？完了，我不记得他刚刚点了什么东西。不是，你知道中文的话，我觉得他可以硬掰。可是问题，这游戏一开始不是中文的。像是你那个早餐的披萨，它是用 eggplant 茄子的英文，所以它应该原意是英文的，所以我才不懂是为什么是腊肠，因为腊肠的英文也不会是那个吧，跟辣没有关系啊。洋葱还比较辣，洋葱生吃很辣哎。可是最有趣的是，他刚刚没有要辣椒，不，青那个洋葱，所以他是素的。可恶，今天做错两个。可是这两个真的是他的语言有问题哦。Oh my god！ 其实87还好，刚刚还有一度是60几块。不行，我觉得我们还是目标升到至尊的材料都好了以后，我们再往鲜虾的进度。吃豆人，哎，我们好难得哦，今天第一次出现 PNN 的新闻哎，吃豆人美味的气死。樱桃、橘、草莓、橘子、苹果、芒果，水果业长臂效应使人不禁想到吃豆人中不用蔬菜作为维生素背后的原因。啊？一半有腊肠没起司，另一半没有起司没酱料。What the？有哎有哎有哎，这可以留到那一单去。真的觉得茄子充当蛋子的味道完全不对耶。外卖，你是不是迟到了？外卖，完了，给你切八片，有点乖的八片。Oh no， 是八片的关系吗？他的时间点超恐怖，我根本没看他是什么。轻点切，我要来点交情，对半切。哦，真的耶，灌篮高手。调查15分钟，只有 43% 的人看过。119块，我们要修理什么东西？为什么现在这两个每次都一起修啊？很贵嘞。披萨真的有猪肉吗？马来西亚的连锁店因为符合清真，所以只有啊，真的假的？猪肉粒的很好吃哎。猪通常有就是。
有猪肉粒的那一种，它里面会有青椒、橄榄，就那叫总会披萨。地下 no, 蘑菇，吓死我！我想说怎么有一个新食谱，结果是在听他聊天。肉皮丝披萨不要切，方块的肉。啊？那不是方的吗？深海的大风里。啊？为什么会有鱼啦？哦，因为深海。哇，那这样以后有虾子，以后深海大风里不知道算不算虾子进去？啊，114天，我们好像还差一次，我们就可以升配料了。对，这是什么？好酷哦！它会动哎、欸！哦，培根绿色酱啊，兑饭钱。哦，等一下，我看到了，刚刚那个外卖是不是最后一个是至尊？蘑菇、洋葱、面团。酱料放在洋葱那一边，起司放在蘑菇那一边。先放着好不好，待会就来了。完了，点蘑菇的几率有点低耶、欸、快蘑菇，谁来点一下蘑菇？没人点蘑菇，来个大满贯也可以。我相信最后一个客人是有机会的。啊，蘑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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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io， 无酱料的猪肉粒披萨，锁定了。无酱料的猪肉粒披萨，是猪肉粒还是猪肉粒？哦，可以，来最后一个客人，我相信你会大满贯的，来大满贯给我一个，来一个，就差你了。是什么？我看。你知道吃香菇对身体好，这香菇是傻逼死的。他说会推荐给朋友，可他给0.27小费。110哦，等一下，我们有500块哎。大满贯可以一次出来了！哇哦哇哦，大满贯之路！哇哦，橄榄跟体育，哎，不是大满贯啊，至尊啊！下一个就是那个培根，超级至尊对半，哎，超级至尊来啦！瞬间完成的超级至尊，
我不知道你的经典肉是什么，你这是经典肉的陷阱题。经典肉类披萨，经典肉类披萨，怎么办？我们还是先照着食谱做，虽然我觉得它会错。可恶，它竟然是全部的，所以那个食谱真的误导哎。OK， 我觉得外卖也好了。我突然发现那个流浪汉有一阵子没来了，他在第三章节完全没出现，还是因为我没推进度啊？对了，他比较偏向哎，他比较偏向那个主线的搅和，假货。我刚才说搅和，搅和什么搅和？嗯，外卖，我没有点外卖吗？哎，刚外卖有接单吗？完蛋，我记忆丧失了。好啊，这个学校，这个我觉得很酷，其他好像看起来还好哎。我今天可以来买虾虾了。哦，我们的旋转蛋糕，但你们看不到，被标号挡住了，哈哈。这是什么？我们完成第四章就可以解锁，然后我们的登录游戏，然后成就，然后这是什么饼图啊？今天是什么？体育跟咸水手。No. 青椒。哎呀，青椒怎么切？对半切四次，一二三四，啊不就是切四次？切四次是八片哎、欸，一。二、三、四，把它烤两次哦。它可以来弄一个旋水手。一半辣，一半猪，对半切。今天有没有人点？没有啊，怎么办呢？先放着，我觉得会有人点。快来一个人点腊肠，救救我的皮！应该会吧，腊肠哎，蘑菇、洋葱、棕色，不，好麻烦。快点腊肠，谁来个腊肠？腊肠猪肉粒来啦！火腿雷特，雷特是什么啊？哦，白痴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懂那个火腿雷特的意思。那个哈姆雷特是一个，是莎士比亚那个吗？还是什么？反正他就哈姆雷特是一个名字。那个哈姆是 ham， 可是他其实这里应该要翻译哈姆，让玩家去猜是火腿才对啊。他是用那个啦，英文谐音。买虾虾了，做披萨发大财，修理虾虾，我们可以推进度了。这虾子看起来好肥美哦，等一下它带尾巴哎、欸，带尾巴放在那个披萨里面，感觉口感很恐怖哎、欸。卡布脆鲜虾披萨，由于欧阳博士的夏季特选菜单一炮而红，本地的披萨店也成为高人气的必点口味。我们留意到一个披萨店，例如人生百味披萨餐厅，在披萨帕鲁萨比赛中脱颖而出，请继续加油。如果这时候先把那个披萨自动点好，应该蛮爽的。都没人点虾子哎，奇怪了，他刚不是新闻才广播说虾子吗？对啊，我的虾子也出来了，可是没人点虾子，我以为会一堆虾订单。
タタタタな。真的每个人的经典肉都不一样。我后来有去查一下这个经典肉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我发现真的是经典肉有两种，有的会只要前面两个肉，有的会要四种肉。我觉得应该是不知道是翻译问题。怕是翻译问题，他这一块没用好之类的。不然就是真的有比较机车的客人，他就是非常写实的，你没有问清楚客人要什么，他就简称下来。就像你去点一杯珍珠奶茶，然后就会有分成大珍珠跟小珍珠，然后结果到时候你给了他大珍珠，他是要小珍珠。番茄酱加 cheese， 不对，他最后是要罗勒酱，对不对？白痴啊！这种最讨厌了。酷哦！喝水。